斯洛，我说过了，你还不成气候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变太忙。嗯，对啊。我朋友答应帮忙一起找了，你继续吧。铁兄，误会我啦，你听我解释嘛。妖孽，即便冒犯天条，五亦要将二降服。难得看你真情流露，我对你是刮目相看。真的吗？我这场戏演得很好吧？那你现在可以教我怎么样用金笔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让你打。你打死我！耳不闻为清，眼不见为净，还是走吧。去到土地公喝一杯。这什么意思？你真以为你亲生父母是蓝天杀的吗？我就告诉你，是假的。你的亲生父母死于一场车祸。你可以帮我解除我的卖身契吗？不是，你这小子怎么回事啊？你早不结晚不结，你干嘛这时候要结啊？你知不知道你是魔君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拔魔战士呀？他和你签下这魔约，他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会笑醒的嘛。我说我又开始有回音了，我。